对对啊，那你爸爸最担心什么？我们也想要知道啊。小优爸爸最担心的是，女儿嫁不出去。哎呦喂！哎呦！这次相亲的日子啊！哎，你会担心这个吗？好，你说你说。你讲啊，优爸。哎，你以前比较复杂啊，有一天他嫁不出去怎么办？不是，可是爸爸，你不是应该是要担心说，我常常在节目都会被那个 Ken 哥欺负啊，或是被立冬欺负啊，像 Ken 哥之前常踢我啊什么的，你们不是都会看吗？对对，优爸优爸，我这边要跟你说一声，真的就是我真的很想踢他。人家爸爸在做效果，做效果啦，我们这个演艺圈好玩。我以为我爸今天来了，你稍微客气。没有出脚啦，可是你看优爸好像笑得很开心哎，优爸是不是喜欢？你想看现场版的？你来拍国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啥？哎，阿 K 那拍国的。拍国是什么？帅的对吧？台语是拍国，叫拍叫拍。就拍就拍啊！你跟我嘛是港国的，你嘛拍国的啊？哎，优爸，咱拢拍国的啦。优爸，优爸，啊，我这两个你会跟多一个？加赛哦，女的。如果我要嫁的话，可以。多谢。高椅，立冬一边啊呀。立冬高椅。我做怕的啊！我一定跟你走，我要怕的。哎呦，我紧张啊！哎哎，我跟你走啊！我正式，我正式代表全台湾的男性，谢谢张立冬，谢谢。啊，小优是帅啊！谢谢谢谢。你多香娘啦！所以他只是对我大声，你啊，现在叫我跟阿 Ken， 你没愿意就拍，阿 Ken 就拍，阿 Ken 拍个会搞拍出来哈。哦，啊，那你就对啊，拍出来啦。你无看过我要拍出来，一马就搞，一马就搞拍出来，牙牙出来我你看。你搞这鹅肉的，谢谢啦，谢谢。阿你讲，我带来那食饭，带来那食饭。哦，没啦，没啦，拍死啦。哇，哎，所以立冬是认真的哦，我们祝福立冬跟小优啊。我是认真想要进下面的流程，先跟家长吃饭。下面的流程就是跟家长吃饭。立冬，哇，你好急耶！哦，这样丢给啊？担心舒涵什么事吗？担心女儿身体坏掉。对对对，因为怎么了？她原来是很能吃的，吃的搞不好比我还多。哦，我记得以前有常买卤味或什么回家，一大袋那种鸡爪。放冰箱，但隔天哎都没有了，他整袋都吃掉，食量那么大，他很能吃。鸡爪小偷，但是后来他进演艺圈，怎么叫他都不吃，他用过很多种方法，那减肥吓都吓死，他减肥啦，身材啊，可是他真的瘦很多啊，是瘦很多，真的好瘦，为了身材，怕就是身体会搞坏，我怕他没吃营养的，对啊对啊，营养不够或之类的，这个厌食啊，花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用比较级，你就不会那么担心你女儿。像欣雅，你想想看，你假如说真的要认真减肥的话，你有用过什么招式？用过超多招式啊，就是我觉得最有办法的就是天天运动，然后再加这是健康啦，好控制饮食这样子，饮食就是吃鸡胸肉，没错，鸡胸肉，然后它每一个那个菜都要过水啊，都要过水，对，过好几次，然后才能吃，都已经过到已经烂掉了，然后再吃，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妈都不让我吃饭。我妈就是我要去点什么乌龟，她说：“哎，冲啊，买个假啦，个大口掉。”哎呦，我们来看看熊爸担心的是什么？遇到疯狂粉丝吗？对啊，拉拉队，拉拉队，他在捷运上面会碰到很多那个粉丝，是，然后又赖，然后不给他又不让他走，所以不让他走啊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可以叫警察了吧？对啊，后来就他妈妈在旁边，所以他妈妈会保持个距离，所以后来都妈妈跟着，然后妈妈就说我来我来，他来就他的来。啊，还有就是租跑到我们家楼上去租房子，粉丝租在我们家楼上。不是，怎么会知道他家？应该他先看到我的 FB 啊，因为我是公开的，是，所以他可能看到我的公司还是我公开的地方。
所以他就从我那边找到，从就在楼上租房子。哇塞，熊你应该很清楚是不是？他那时候就是他会刻意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住大楼，然后他会在一楼然后堵我，然后就会说 ：“Hello， 熊你，我跟你说我是为了你，所以我才把租屋处搬来这边，就想要跟你当邻居。”我听到我真的不觉得很开心的，我真的是吓死。这个问一下浩然姐应该要怎么解决？只要有一个疯狂粉丝。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粉丝都比较理智，哎，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疯狂，那时候也没有脸书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对，所以现在也有新的挑战了，对不对？新的烦恼。那同学们的爸爸对于你们进演艺圈会反对还是支持啊？我们欧斯卡，我们家是超级无敌反对那种。他我之前大学的时候，我想要考表演系，然后我妈妈、爸爸妈妈也是不准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全球的选拔会，然后他们来台湾征人，然后就想说。我好想去，然后我就瞒着爸爸妈妈去了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关，他们已经就是拿着飞机票直接给我，跟我说叫我要飞出去的时候，我才跟我爸妈开始跟我爸妈商量这件事情。然后那时候我爸听到就坚决不同意，他就说如果你去的话，你飞去的话，就是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哎呦！然后那个时候，可是我就觉得，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而且你看4000多个人，就只有我一个人上，那你还不去，那你就是。很愧对，很愧对你自己做的选择，然后最后我还是决定飞去，待了1年半，所以后来我是有整整两年的时间，我都没有跟我爸说过任何一句话。哇，奥斯卡也是厉害，他用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来炫耀他自己很厉害。没有啦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上啊，这样子。你们是很认同吗？笑那么开心。OK， 那爸爸对于你们的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称赞？或者是担心啊，对对对对，他每次上节目的话呢，对，我都几乎是每一集都会看。哇，铁粉，并不是为了看他的表演，而是看他的言行举止。哦哦，这样子，看他的品性。纠察队，好可爱哦。公众人物跟一般人不同，所以你的表现一定要非常的。有规律了，各方面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。他们蛮严格的，有他的把关，你的表现一定没问题。他那么严格，对，还不错啦。我倒想知道优爸怎么把关小优。对啊，对啊，有把关，有啊有啊，我想知道。我想，因为我家人也算是呢，会随时注意我的，比如说上什么节目啊，我姐都会就说，哎，妈妈今天几点有同学来，有我，他们就是定时会收看。然后呢，但是我爸都不太在意什么我表演一些搞笑的什么啦，或是演戏，他最在意我讲台语啊。哎，因为问题怎么了？讲台语，讲台语。因为我们在那个家里都是公台语，但是我台语很破。然后我曾经有上过那个专门要讲台语的节目，碰格之前有一个节目都要讲台语，我讲超级烂哦，266啊！对，我爸超气哦，因为他有看，他就说你怎么把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对，类似这样。然后呢，就在家里就是数落我说阿丽娜公跟阿内，我们是那个什么台湾人，台语要好啊什么的。他就会拿这个来骂我。对啊，顶下富了，哩哩啦啦啊，阿内哦，啊不不阿内啦，今天来给你考几题啊，考几，来，考试，给小优考几题，哇西啊哇西，可以吗？来，大意又看麦，好，来，爸爸先讲给小优才，来，优爸，来，啊你看这个题目，你即马。讲看卖内底，互要看卖，但是袂使讲了内底字哦。袂使讲内底字哦。来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好，好，来，来讲着哦。是安怎？先先讲一个。手袂当比，手袂当比。哎，用手袂当比。你袂使比啊！你讲袂使比。袂使比，袂使比。袂使比。用讲诶，用讲诶。哦，身材足好，好。身材足好。哎。阿哥啥？阿哥啥？家里家了，伊安尼，哦，你叫厉害，叫厉害，就厉害。讲了安怎就厉害？安怎？乖乖乖乖乖乖，哈！爸爸，你得酒醉哦。下一个，谁要你酒醉？两个你，谢谢你。新彩就好，那有。乖乖乖。两个你，辣妹，辣妹加那个辣妹。恭喜答对 ，OK。好，基本上小优公厉害厉害，对啊，小优也要让爸爸猜对才行，来，哦，来来，八，五位的，五位的，譬如讲，有人谁个
就歹的人，啊，洗出就水的人。譬如讲，你洗我，啊，你叫啥？对啊，啥咪？快点吃花生。哎呦！你哪里有吧？用这种方式来一起喝点素拍顺。可是猜到了，好厉害哦！因为我觉得我的幽默感来自于我爸。哦，有吧？我爸刚刚弯弯弯弯弯弯弯，可爱啊，就会笑呀。拍点素拍顺，所以讲哎，安尼袂歹啦，袂歹啦。会使不？会啦，会交代你。现在高台也要没卖没卖，我有点靠近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间综合台。同学来了。